罗宾，我问你，你会不会分辨马铃薯是黄心还是白心的呢？不都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啦，黄心和白心呢适合不同的煮法，而且不同的吃法还会影响升糖指数哦。是吗？你喜欢那么多学问，真的假的？当然啦，待会儿九州火力加油站，我们一起来请教专家。